个老板以前，你们就告诉我这个老板得亏了多少钱？99个高4，99个0，99个2，99个3，这个老板真的是哥啊！开瓶子还能一直干，你鉴定点军火，炼药炼点野生也还好，瓶子这些绿色的都开出99个，这他妈得亏多少钱能亏出这些？我跟你讲，这是99个，是一个33万乘一个99，他虽然是三不值钱，但是他肯定是拿30万未开开出来的，这就是300块钱、600块钱、900块钱、1200块钱啊，这钱数不过来了。